看看新闻网。一对恋人来到银行录一段视频，签订协议，交了押金，一年以后来取，必须两个人一起来取。相比众多好莱坞大片的鸿福巨制，国产影片则以温情取胜。由夏雨领衔主演的《爱情银行》将于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当天上映。三无剩男夏雨开了一家名为《爱情银行》的咖啡馆，并做起了爱情买卖。如果发生了分手，押金将会归银行所有。而除了别出心裁的剧情设置，夏雨在剧中还将挑战亲热戏，大胆秀出好身材，相信也会让不少女影迷大饱眼福。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